准备好了吗？这是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哈？开始了吗 ？OK， 开始了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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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念念真美心，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直播。有一点点紧张，不是一点，很多紧张。OK， 然后，有一点点紧张。写下创始人，黑洞邮递员，黑洞邮递员，谢谢。在许愿时为我许下心愿。谢谢。大家喜欢我，喜欢我，对，现在大家喜欢我，为我送心跳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很紧张啊，这是第一次用中文直播，好 ，OK， 大家好。拜拜，现在搞。好，我要紧张，没搞。创始人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好，有问题想问我。好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你参加完首次公演感觉如何呢？我可能感觉我参加完我感觉怎么样？我很紧张。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，在中国那么大的舞台上表演，也是我的第一次在团体里上跳，我觉得很有成就感，怎么呢？但是有很多进步空间，所以我觉得我会更努力为我第二次公演做准备的，然后我觉得，但是我满意呀，我满意我的公演，但是因为练习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没有问题呀，但是舞台上的时候我们都紧张，但是我觉得，我们做最好了，好的。那排练的过程中有遇到一些好玩的事情吗？好玩的事情，OK， 好玩的事情 ，OK， 我觉得我有啊，但是有好玩的事情吗？有啊，我觉得有，但是我都忘了。我忘了，因为，排练的时候，其实很辛苦，我好紧张，我好紧张，然后我好紧张，我怕自己会出错，所以我很，所以我都忘了，但是我觉得有，天爱，我最喜欢天爱，因为天爱第一次他不能跳，不能甜呐、啊，天念你又很好甜对吧？天爱他不能甜，所以他练习很多，真的很多。然后我看他变很多，之后他可以在舞台上，他可以做很好，我很最喜欢他，好，我觉得，但是过程中，我很开心。那除了你们。除了你们的舞台之外，还有没有觉得让你觉得比较惊艳的舞台呢？惊艳的舞台让我喜欢，最喜欢，
其实有很多有很多有很多人我喜欢，有很多舞台我就喜欢，我觉得他们都做最好，然后都很完美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喜欢，我最喜欢新娘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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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因为他练习，他们练习很多，真的练习很多，你们可以看到他练习很多，真的，因为他们练习的地方啊，在外面我的房间，所以我听见他们的歌，每天我回家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练习从早上到早上，很多，对，四点早上，对，所以我觉得，付出努力的成果是最好的。OK， 好，接下来还想尝试什么风格的表演呢？什么风格的表演？表演什么？我想做什么风格的表演？想尝试。到来冲色营，就是为了自己进步学习，还有什么呢？什么？我想挑战，我觉得我都可以呀、我可以性感也行，酷也行，但是我还没有机会给我了。第一次他们让我亲唱我要变好看，太甜了吧。第二次他们让我唱 Honey， 但是我想要 One Time 没有机会了，所以我觉得我想变，你懂吗？对，我想变一点点。那网友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好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你的中文有进步吗？然后有没有学到哪些好玩的话呢？有进步吗？什么呢？我的中文进步吗？我的中文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进步很多了，我觉得很多，因为你们可能还没知道，大家可能还没知道啊，我学了一周中文就来中国参加比赛，太突然了，因为我还没准备好了，我还没学过中文，对，很难啊，我觉得很难，但是这创作营2020是我的很大的机会，很好的机会，所以 OK， 我离开我的妈妈，离开我的狗，离开我的家，因为我想来这里，所以我练习，我学中文很多，我学习，我练习很多，然后呢，我有努力练习中文，因为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为大家解锁两个心愿。两个心愿、OK， 好，那你们想要我，要想听我唱歌不？不同语言的歌，所以我就开始唱了。好，我会很紧张。OK， 好，一二三四，第一首歌是《遇见》。好，我有多久啊？可以唱。OK， 准备了，一二三四。你们想让我发九张自拍，对吧 ？OK， 所以我
开始拍，开始吗？对对对 ，OK， 一张，好快的，一张，一叮，二张，喵，三，四，四，喵，哈。哎，怕太稳，五六七八，性感性感吗？不性感。我九十，好，没有了。好的，那心愿都实现了，我们还有两个问题要问妹妹。好。在营里的生活还习惯吗？还习惯吗？这是我的第一次离开我的家，很久，真的很久。我想念我的家，我的妈妈，我的狗，我的爸爸。我最想念我的狗。不好意思，妈妈。对，因为，我想我的妈妈，然后呢？我想想一下，但是因为我跟妈妈在一起，如果她，不是如果，我跟妈妈在一起，我离开她，所以她在一个人，她在住家一个人，我第一次我担心一点点，但是。我觉得虽然我在这，我做我喜欢工作，我喜欢唱歌跳舞，我做我的喜欢。我觉得他开心了，他很开心，他给我撑腰，所以然后我习惯了，我因为我有很多朋友，我不知道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有朋友啊，我觉得我有朋友，然后朋友很好，所以我习惯了，没有问题，但是第一次我刚知道我要来这里，我的时候我好害怕，因为我不会说中文了，我真的不会了。所以我怕我没有朋友啊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要变好看练习的时候啊，我想出厕所啊，我想很久啊，怎么说呢？想出厕所，所以我现在可以了，现在没有问题了，别担心呢、啊。大家可能想啊，妮妮为什么妮妮说不多？说话不多，妮妮不会中文吗？不是啊，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，所以，我觉得我希望，以后我可能说很多，可能说更多，我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努力努力努力，那来这里有没有很想吃的东西呢？特别想吃的东西，很多很多。因为我想说一下来这里呀、因为在冲色营20啊，他们有很多人长胖，他们不给我吃的，他们不是。不能说，我减肥一点点，所以我。不，我还没吃很好中国的菜，因为我来这里我做工作了，还没吃
旅游，旅游，嗯，还没时间去旅游，所以我想吃很好菜，我想我的家里的菜，嗯，先是家里的菜，泰国的菜，还有辣条，嗯，我试过了辣条，这是我的第一次吃辣，这是辣条，我很好喜欢辣条，我想吃，但是很烫。现在我减肥呀，因为我有很多肉啊，我减肥。嗯，辣条辣条，我觉得以后我嗯，创造营2020完了以后，我会买了很多辣条，因为我超喜欢辣条，很好吃。对，没有了，有问题吗？哎呀呀啊，好 ，OK， 是还啊 ，OK， 好，嗯，时间太短了，我觉得二十分钟很长啊，但是太短了 ，OK， 我说什么？感谢大家支持我，请技术为我撑腰，然后拜拜，再见。